3年了，还是为了这儿。我想你了。我知道。3年，我也该放下你了。这个地方，我应该也是最后一次来了。是孤独，还是接着下一个？你吓我干嘛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在这3年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女孩？有啊，我喜欢她3年了。那她有我漂亮吗？把你手机给我看看。我没有她照片，你别看了。你多喜欢你。我这次回来是因为我要订婚了，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那就祝你幸福，祝你幸福。那你以后还会来这儿吗？我就不来了吧，有些我也该放下了。陆言，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？怎么会没有想说的呢？我心里装着你整整3年，只要我一闭上眼睛，看到的都是你。没有。3年的时间很长，长到仿佛看不到终点，但它又很短。很多很多话都来不及说。之后我出国了，你会不会想我呀？我当然会了，我每天都想你呢，每天跟你分享我的生活，每天都跟你说我想你了。那你以后想我的话，我一定会飞回来的。那可不行啊，你是去追求你的梦想了，你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呢？这个送给你。之后回来要是能喜欢我的话，就来烦你了。见过面了，那他订婚的事儿呢？哎，我知道。你就没想再追回来？姐，你以为我是谁呀？你知道3年的时间可以改变多少吗？我凭什么追回他呀？那你什么时候改变的？当我抱住你的这一刻，我才明白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，而我的懦弱。差一点让我彻底失去你，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了。那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来之后还问我怎么办？我这倒是哪个人啊？为什么该放下我呀？祝你幸福。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别这样。我怎么样了？我你刚刚过来，好，这下就把我抱住了。我都来喘不过气儿，你想说的？要不是没有，我就打你。那你还走吗？飞机都赶不上了，我要去哪儿？带你来的这个是什么地方？听说有人。你什么？你这个人不太会说话。月，以前我是懦弱的人。我总想着我是不是能配得上你，我是不是配得上你。但是当我知道你要走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月月，你愿意重新和我在一起吗？还是我认识的路人吗？再说了，哪有你这样，你一上来就亲我一个花，也没有这算什么。再说了，谁允许你随便给我？你不是送我戒指吗？你还留着？我不明白，这3年再跟我讲来吗？那你愿意吗？虽然说你要订婚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再勇敢一次。假的。你说什么？你别这样问我，我说真的吗？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感受着。